们，我妈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都这么恶趣味吗？糖果，这排都是炸弹的话，那我就别说话吻我，别说话吻我，这不是炸弹吧？这排都是炸弹，不耽误时间。我给我一个吻呀，可以不可以？果酱，说一段肉麻的情话。这个屏幕也坏了。一曲轻描淡写，勾勒的竟是我的呼吸。有意思吗？两台电脑放一样的东西。回眸一遍你，好了，说点肉麻的情话，就跟粉丝说一句吧。今天是我们那个电影的发布会，然后在发布会你们特别让我感动，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，只要你们这么支持我，我永远会在你身边。手机会有吗？哎呀，是，我是一路飘着炸弹过来的，真的是吧？喝苦茶。手机会有吗？啊，都有密码。这是火城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赢这个游戏的标志是什么？谁能告诉我？模仿一个喜欢的明星或卡通人物。神经病。没有音乐怎么跳？这后期会给配一个音乐吗？后期会给配一个音乐吗？啊，就是那个 EXID 那个。没看，没看过呀。要小心。别跳了。我要无所事事最帅。原地转圈跳十次后单脚跳五次，我他妈全都是炸弹。
跟你说，谁让我抽这牌？我估计这两个又是一样啊，棉花糖。樱桃，你被迫下线了。这是谁？我重新登录了啊！我不知道这是谁的 QQ， 我点的重新登录。三九六四啊，一二三。不好意思。唱一段最近循环听的歌曲。我的妈呀，没有了吧？都没了。樱桃，什么意思？唱句歌啊，我最近听的。这能上网吗？可以上网是吧？好吧，我唱给你们听，我搜一下歌词，唱的准确一点。好，杨康。我现在是你们音乐台的工作人员，在上班的这个过程中呢，然后在听歌，然后被领导发现。我看啊，我一共抽到了几个？第一个是唱一首最近循环的歌曲，第二个是喝一杯苦茶，对吧？第三个什么来着？模仿一个明星或者卡通人物。最后一个呢，转十圈然后单脚跳五次。我这都是什么命啊？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知名心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？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。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？原来你是我最想……好了，不唱了。哎，哎呀，忙着追逐，你说再唱我给你关机啊！唱不了了啊！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。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？